一局五分，我们得给朗朗哥打个电话。你选人吗？。非得给我嫁到这儿，哎呀，真是难呐！别古典歌曲，放一些世界名曲，可以吧？世界名曲啊，都是专业音乐人，赢是应该。苏是悲哀，看这次的悲哀花落谁家？哎、呀这样两分可以，两分。世界名曲啊，开始。蓝色多瑙河，答对。哇！周文斌，我不想玩了。我也喜欢你了，周文斌。我不想玩了。啊，厉害！尚雯婕，尚雯婕，曲子还是你挑的。再来一个。这回尚雯婕肯定赢，真的。要不赢的话，你们就怎么的？要不赢的话，我就喝一瓶海天酱油。啊！直接喝不行，但是点赞香，炒菜香，菜香真的。龙龙和文杰的世界名曲，准备，开始。这知道了。莫扎特的，龙龙，土耳其进行曲，答对。我不想玩的。哎，刚才谁说喝酱油来的？喝一桶海天酱油吧！啊！最后一个歌了，周杰琼你了，来吧，你来挑谁？我们派出常胜，别派我，我没用。哥，要是你就选他，一旦赢了，你全场高光。选宋小宝，别选我，选我赢了我一点不厉害。宝哥气质拿捏的太死了，就选宝哥吧。选谁？找宝哥。赢了我一点不能耐，选宝哥不挂科。真的。说好。好。哇。脏，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歌名叫叫我的未来不是梦。答对。哎呀，宝哥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代价太大了，宝哥都长嘴了。我的压力好大，这会儿这手劲儿也太大了，一拍就响起来了。我要不打响不起来的。闪光的乐队输给了一群综艺人呀。真的，秋香放过他们，放过他们，秋香。两队最终比分9-1，恭喜春游家族获胜。可以，好。好啊，这个今天也非常开心啊，闪光乐队来，我们也恭喜我们春游家族队今天默契到最后啊。谢谢，承让，大吉大利啊，今年我们没干别的事儿，天天都干这些。真的。哎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新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喝一瓶这个康师傅茉莉柚茶吧，花清香，茶心味，让咱们更亲近。来给大家发一下。来，谢谢。再来一瓶。来，都喝，有了，都喝。非常非常热闹，有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节目？我看过。欢迎闪光的乐队来做客，一起喝个康师傅茉莉柚茶吧。是，一定要感受茉莉的清香，遇见柚子的香甜，清香又清甜，和大家在一起就很有趣。而且这个新年了，祝大家交到更多非你莫属的好朋友，好吧？干杯！新年快乐！好，我们最后我们请闪光乐队的音乐人，尤其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收官派对吧。好。
身有滋有味，海天鲜香。干杯！好嘞，我们拍戏见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最后一站了。刚刚你看这个绿的这个螳螂，还有这个柯震恶，林姐那天扮的包租婆。啊，我在抖音上看过。对呀，好多值得回忆的瞬间都在这个照片墙。这看着还真好玩啊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聊那个什么，我就没说。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春游家族一起宽越山海，经历了一场场寻找幸福的方式。我们正好从2021年一直走到2022年，今天的这一季的收官，我们用音乐的形式来回顾这一年，展望下一年。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叫我想给你唱，新年之际我们以歌的形式想献给谁，并带来给他的表演。莫如姐，如果先跟你说散就散。如果龙龙你想唱歌的话，你想唱给谁？这个人就是宝哥，因为是我的新歌，这 KTV 还没有。哦哦哦，哇，你的新歌啊！哎，那我想听。风声飘飘，雨也潇潇，夜半还睡不着。这大一点。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？窗外雨打芭蕉，满天繁星闪耀，人儿痴痴笑，不管来世只看今朝。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遭。山外还有山地山高，半山腰一生经历摇晃树梢，人外还有人忘不掉你怀抱，夜夜都是魂牵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付谈笑，多寂寥星辰变幻诛仙桀骜，饮不出英雄尽热药，掌声多娇风云魂魄与我尖叫，一声咆哮。谢谢，爱你们春游家族。谢谢，也祝龙龙越来越好。记得玲姐你们在车上猜歌的时候，你拿起范丞丞手机猜，有一首歌叫王靖雯不胖。看我的歌单啊。王靖雯不胖啊。王靖雯，王靖雯。下一个程程还爱听那首歌，就是王靖雯的歌，很好听。其实我是第一次见王靖雯，但是我们俩就是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，然后其实他去中国好声音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的歌，所以今天我跟王靖雯唱一首，就是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场那个歌，就是忽而今夏，行吧。哇，好多人都很爱你。谢谢。说那秋季的疤，不放下，也许是最好的放下。曾经给过的牵挂，你说还依然牵挂，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。来回争吵过多少啊？反复试探了多久了？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？有些缘分是注定的，怎么努力也没办法。小树发过芽，也未必能开花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。
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道晚霞，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谢谢。